来，帮我欢迎何老师。好，那要先跟大家问好一下哈。Hello， 大家好，我是何老师。那我在改爱丽丝的心理面饰演角色是爱丽丝、伊藤圣子跟碧瑶文。对 ，Lara 梁心怡，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 Lara 梁心怡。那我在剧中饰演是蓝月贝。让我欢迎首席演雅文。大家好，我们两人在《给爱丽丝的奇迹》里面饰演是贺敏瑜。好，那我们都知道说，在前面三集里面就已经提到你的新一把琴海鸥不见了，现在是出现了海妖，对不对？是。那还没找到，还没有找到。那第四集好像就要去出发找海妖了。第四集可以算是我们这部戏最花钱的地方。哎，哇！为什么？因为我们远赴日本的那个。道后温泉，日本爱媛县的松山市。那这一次呢，场景主要就是在岛国海岛海岛那附近，因为它有非常绵延不绝的海岸线。我们在拍摄的期间呢，可以一边看那些海景，一边看那些风景，然后一边听我们自己拉的音乐。对，看戏才会知道。但我们关心的是有没有什么趣味的事情，然后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花絮可以透露给大家。因为第四集的部分，其实那个时候到日本都是他们三位先拍，然后我在度假状态，所以最好玩的部分就是我跟拉拉有一次在那个日本很有名的那个道后温泉，他们修馆了之后呢，因为他们男孩子去拍男汤的部分，所以我跟拉拉就在修馆之后的女汤那里，就我们两个就自己玩，然后自己泡得很开心的。我觉得这次去日本，我还蛮大一个收获，就是我拿到日本驾照。因为听说日本驾照很多，甚至日本人都拿不到，有点难，然后就是也蛮贵的。可是因为剧情中我刚好需要开车，所以这次就拿一个日本驾照，然后也就是，就是有荣幸可以载到阿布，应该也觉得蛮刺激的吧？哦，我去过剑湖山世界，然后我也去过美国的六旗。游乐园都没有来坐，都没有比坐他的车还要来刺激，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是有多刺激的。因为呢，我们在一个非常窄的巷弄里面，然后旁边有非常大的水沟，它的轮胎紧紧贴着那个水沟边在开的，然后我要还要必须很安稳的睡，然后我必须要眼睛偷瞄看旁边到底有没有跌下去这样，所以应该不算是有趣，是蛮惊悚的。对，吻戏两个哪一个听起来比较过瘾？比较有感觉。我觉得其实两个人给的感觉不一样，像，对啊，像。有人没有回来没关系啊。对啊，他今天不在，今天很好。那好说就是比较属于就是可能日常生活中你跟男朋友的那种相处模式，然后亚伦的话就是比较激烈。可以说第四集好像。Lara 也有吻戏了，对，我也是，好像是被吻的那个，被吻的吗？对对对，目前就是还是以那个亚伦就是主动为主。哦，听说好像是强吻诶，整个过程里，要不要讲一讲强吻的整个画面？强吻呢，就是偶像剧必备一定要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还蛮好玩，是因为刚好发生在日本，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岛国海道一个很。辽阔的一个场景，所以有那种360度转圈的感觉。哦，好，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来问亚伦了。那两个女生你也都吻过了之后，那你个人的感觉又是如何？现在两个女生不能得罪啊。一个是强吻啊，一个是我们两个是有一点两情相悦。对。我个性比较喜欢得不到的东西啊。哦，强吻，强吻对我来说比较有 feel， 一来就对了。麦克风很难架。
耶、yeah. 啊！